洁癖太能搬了，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有我这个人。哎，他上去了一波，运气好，冲上去了就很难掉了。100分还能掉，他妈个逼的，真的是有鬼的。3次了，我以前这么多赛季从来没有100分掉过钻银，3次从100分掉钻银，真的把我掉麻了。我说句实话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碰到过这种怪物赛季，打了这么多年，要么就刚上大师掉钻银，打了100分就怎么可能还能掉的呀？这不搞笑了吗？为什么我钻阴了你们都知道啊？我下播打的呀，我还把好友都删了隐藏自己了呀，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掉钻阴了？掉了就掉了呗，我几把就打回去了，有实力在无所谓的，正好我多磨练一下自己。九转钻阴，这一次应该是大神，这一次再上了应该是大神，因为这是我第9次上大师，不可能再掉了。口雷比恩，我们几时复仇？他们3级。我也不知道我进化解了个啥，好像啥也没解到，点蓝都到位了我才用的进化，无所谓。哎呦家人们，我他妈的，哎，我的实力懂得人自然懂，没必要在这里尬黑。你这样的尬黑对我这道心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因为我自己的实力我自己知道，我打谁我都能打。分没上去确实是有原因，第一不够稳，第二头太铁了，该秒的去一定得秒，第三拿不到英雄，别的英雄的开瑞能力确实会太弱了呀，别的英雄队友优势吧跟着赢一下很简单，队友都是劣势吧我很难糊涂开，加上这个赛季拿英雄的几率太低了，经常就是一夜一把都玩不到，太夸张了。
们必须去处理一下其他事。不是辅助在干嘛呀？为什么就这样死了？不是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亚文魔法杯，打条小路对面可以来这么多人，对面能来五个人。你都玩猪女了，能不能团队一点啊？金刚鱼怎么一直跑啊？
口雷鼻音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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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掉了，端的现在是打回来就是了。黄河上有澄清石啊。我希望大家在我第五星陪伴，打五十星。巅峰时候迎来的都是虚伪的幸福，我需要的是我落魄时体现真的夜战。交了个伞，我有大哥，还是拿个先锋掉了几座的。老子喜欢单挑，来跟我单挑。还是呀，你怎么把我删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删我呢？喂，说话。我都删了，我都删了。开麦。我都删了。有人在吗？我都删了，我都删了，我都删了。你都删了，你为啥要删？你为什么连我都删？什么原因啊？我所有人都删了。不是，你为啥要删所有人？因为我
相信玄学，就我想删好友，删兄弟们不亲了呗，想分手了呗。为什么老推车没有大龙 buff 啊？老子问你话呢。我说老子想上点分。你上分删老子好友干嘛？老子咋？老子拜你英雄吗？我操你妈！不是不是，我相信玄学，他们说把好友全删了就上分，那个小超梦就把好友全删了就上1000多分，我也要全删。那是小超梦啊，那不是实验，我操你妈呀！那小超梦，我实验国服前十的时候，小超梦还不在这哪个郊区打白银。我听说你100分掉钻一了，是真的吗？我3次都掉了，怎么是真的？报应！你妈个逼，跳外卖一直恶心我！哎呦，报应啊，报应！哎，真爽，真爽啊！该死，你该死！你说实话，你是该死，我巴不得你死。要段二吧？我马上回大师，我又进你赛了，跟你们消停。没事，你还会掉下来的。我感觉我打飞会带着上了大师，你还在门口等我呢。然后我们先走一遍，我牵着你。你感觉这帮岩雀怎么样，叶哥？还行啊，我被你换了。我最近在练岩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没必要练了。看斗鱼没？我看斗鱼没有国服第一岩雀，我来蹭场面了。可以的。好累啊，我今天不想直播，我操，我今天下午帮忙干活累得一逼，坐着都没力气。说实话金属太不稳，小老虎，我好想和他拍照片的。我闪现刷把维克多，爆火。加了跟傻逼一样，闪就为了秒一个斧。
看原码，从一个串三还可以在这里侃侃侃侃侃，是我没想到的丢人的东西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说，你该他妈的闭嘴，好好充分支持啊，后勇。我没有好好充分吗？我昨天12点来播的，凌晨4点，我不算好好直播吗？ 其他这样丢个大有什么用啊？妈逼，为什么一老要我卖他呀？ 这傻狗又把兵线断了，我操你妈的！ 哎，为什么这里打团永远不想着杀人，而是想着去清兵啊？
那你跟你爷爷跑了。不是这个小炮疯了吧，他打得过金属啊，啊金属这么肉还带远古龙魂，小炮是不可能打赢金属。小炮这个英雄我太了解了，他单挑打不过金属，怎么都不可能打。他连金属的皮他都打不掉。喜欢带线，给老子带。